请看。啊，你来收起来，这叫做看好就收。我要看一眼就好。哦，爱看就给你看一下。看第二眼，怎会啊你无？今日长大，继续看，继续看。你不是不是有水果香？水水水水，我看到你看袂看袂啦。再看第三眼。一般来说，我们有一句行话叫做“三分前场，七分后场”。那这个前场部分代表的是就是前台演员的部分，就是这些身单进丑啊，等等，在台上做故事表演的人这样子。那后场的部分，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术语叫做“文武饼”，文武场，那后场代表的就是这个伴奏的乐队，现场伴奏的乐队。那现在叫做文武饼，就是我们有文场跟武场，好两种。文场哦，文文啊，顾名思义哦，就比较优雅一点。然后其实它代表的是旋律的乐器，好，比如说我们这个比较重要的歌仔戏的几个重要的乐器，比如说包含了胡琴哈，这卡卡弦主胡啊，那我们会有个李秋弦、大弓弦，这两个特色乐器是歌仔戏乐器相当重要的乐器。然后另外两个乐器是这个拼呐，好笛子，好。拼呐，也叫是董箫哈，这个东西是我们很重要的乐器。然后还有就是三弦、盖尾琴、三弦跟乐琴，这样这些有旋律的、有音高的乐器，就代表是文场的乐器。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乐器叫做壳子弦哦，那通常在拉壳子弦的，在我们文武场里面会称为它是主胡，这样。那壳子弦因为它声音很明亮、很清脆，那通常我们演奏，比如说歌仔戏很重要的一首七字调的时候，就用这个壳子弦来引领，这样。我们听一下它的声音。心騎白馬，走三關，对，大概这个感觉哈。那像其实因为他的声音很明亮，所以说他在引导演员的唱腔跟带领乐队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司机的角色哈，就是他开车带着我们这样子走，就是大家会跟随着这个声音，然后音乐会持续的进行。那武场呢？哦，武这个字听起来就是哇，是一个关于武打的一些展现这样子。它其实它代表是节奏乐器，它负责烘托那个整个演出的气氛。那大将军要出场的时候，通常大将军出场的时候会使用什么样的锣鼓呢？有没有光听到演员就会听到这个锣鼓来做亮相的动作啊？那个角色的样子形貌就会展现出来。好，那所以说包含歌仔戏嘛，就是无歌不成戏哈。那所以说歌很重要。那歌演员的演唱其实就是透过文场的旋律的伴奏。那如果说遇到武戏的时候呢，其实武场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文武场很重要的，其实在烘托整个戏的演出的进行的流畅还有气氛。哎呀！就情苦
瓜戏就是苦戏耶，就是这种很苦命的戏的时候，其实真的还是要需要靠音乐的渲染啦。那这样比如说我们的丝竹乐器，包含胡琴啊，包含扬琴，都是可以产生很多不同色彩的、不同情感的曲子。那我们就透过那些曲子，然后来带领这个气氛。毕竟就是素人比较没有上舞台的经验，那或者说他们不是受过正统的比如说剧校的训练或者说戏班的训练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在排练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帮他们多多的注意一些比如说他们在舞台上的面向啊，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开始要演唱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经过很多时间的磨合跟练习的。毕竟我们是以这个为职业的嘛，好，那有时候当作职业来讲，跟他当作兴趣，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情。这样，他们不是以这个为职业，可是有这个兴趣，其实是比我们有更多的热情。这样子，我们也是很鼓励他们这样，而且就是阿姨他们就是活大姐们啊，不要说阿姨就是大姐们，他们很乐于学习，然后很乐在其中。那所以说，当我们尽我们的专业。然后来协助他们完成一场演出，我觉得那个气氛其实是非常令人感动。脚本大纲啦，所有的里面啦都是我弄，但是要加到一些比较奇怪的、比较外界的，或是要跨界的，哎，他都会给我 idea。其实有时候人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灵感。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小杜兰朵。其实原本的剧本里面是没有这样的角色了哈，那其实就是刚好我们里面有一个学员哈，我们的桂琴会长，他刚好他的小孙女，这个在那个全国这个新北市舞蹈比赛啊，都是第一名、第二名的。然后我看到他跳那个芭蕾舞，跳的真的是可爱又漂亮。我说，那芭蕾舞跟歌仔戏要怎么把它融合在一起，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跟老师讲。很简单啦，我们就跟他讲说，因为他们家有钱嘛，小时候就送出国留学了啊，所以就学回来。现在父王生日的时候，我们就给他祝寿嘛，然后就把他那个芭蕾舞就把他带出来。其实我们这个酝酿这个件事情已经不是一个月或两个月的事情，而是其实这件事情在我跟老师之间是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就是因为老师以前都是走内台戏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再创那个荣光，所以说事实上从我们开的第一期我就有这样的打算，只是说要也就算我今天没有接策进会理事长这一职，我还是会干这件事情。所以说一开始其实就是打算要把他们培养出来，可以要接演公演戏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在头一年程度是真的没到那边，我们也不敢这么做。那我们觉得说，经过了磨练了两年，我们也觉得说，因缘成熟了。
我们所有的与会贵宾了哈，全部都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这一场的演出。那为了这场演出，我们足足花了一年的时间哈，那敬请期待今晚美妙的演出，谢谢，感恩大家。查甫人，伊讲男人是虚伪造物，公主皇上真费心心，是来通过，牛马着伫乌西插姜花，啊！恁这王孙公主爷门少爷，三两日结群成堆来这个凤城外，将阮公主来调查，公主归去。画上大红本，设考题，哪家的公主连过关，公主就对伊去啊！这位驸马，地乌西插姜花，煞有胆量，拆下红本，谁敢剃头家来冒险啊？啊，行行行！拆本求婚人，金面住在此。你敢来哦？这不是去考上帝的出国护照人，那无过时的落地鸭的溜。嘿，你真是爱比哦，哈哈哈哈！行行行，随我来啊！跳蹦之灵，请上殿。跳蹦之灵，从何而来？龙盘虎踞地，恭候众上家。王法主帝敢应许本公主三度难题，就替你的弟兄如何啊？请公主出题，我弟赛诸葛。哦，你的弟赛诸葛，好，安尼本公主就考你的第一题，数六弟言道。这。对不出吗？对不出，那就出这个字题，动着机先。这个是金木水火土。对不出，再出第三题。疲惫侵蚀疲惫。这嘛，欠木叫怪风不转。白王在上啦，草包数不过三，该绑起来。都拢有恁二条，我要应啥？要怎对呢？吼！哎呀！兄啊，阮心愿你五度难度，天意暗自叫化中之开，天机要化开度难度。看一眼心底啊，心啊。
你眼走花啊，你莫多看一眼，我心不啊有我，对你爱好为多难多。公主，燕妮啊，是啊，啊，杜兰朵在倒位？杜兰朵在京都皇城内。京都皇城内，伊伫咧呼唤我，杜兰朵。启禀公主，有人拆皇本，向金殿来了。想袂到，还阁有丹霸宝天的第三个人来，不惊动父王，本公主自有主张。父王，请父王你回宫休息，这由我来就可以了。哈哈哈，拜驾回宫。恭送父王母后。嘛唔是要求婚，是要接你远行，强求好命。什么啊？远行，强民何物呢？哎呀，爱水之心，人皆有之；痴明之良，人皆良知。啊，点喜乐眼，羞花闭月，外貌之水呀、啊，玲楼凤阁，七玉雕栏，款式之美呀、啊，人来万物情中，千秋心灵之优雅呀，高山流水，清风明月，自然景呀。可惜公主你庸俊自由，不识人之常情，作贱自目，乃美中不足。公主若能将你的外貌水透心灵，气宽世回归自然，乃是至真至善至美也。听你讲啦，爱本公主随你远走高飞，真是开颜大笑，痴人醉梦。啊，公主说得不错，我真是空思梦想啊。想知影拆了皇榜，在金殿上见公主一面冰霜剔石面，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我美梦初醒，却有几分的后悔了。我无想到英儿滴水不漏，唔肯讲出迄个小姐的真名正姓。哦，迄、那个阿头手口如盘，一问三不知啊。嗯，手口如盘，一问三不知啊。啊，你唔是故意家己入门来，一问便知。啊！我已经甲伊打倒啊！啊，即嘛是要叫我怎好待咧？啊，那伊袂讲出，就甲伊严刑拷打，就会说出。我对英儿十分的敬重，怎恁同行做出违心之事咧？英儿也毋肯说出迄个小姐一名姓，那咧公主就爱遵守诺言，嫁予迄个走江湖的咯。
誓言逼我，我必应你，不可当进行黑惊利益。
腾。第一堂课的歌仔戏到现在，所以我们都已经割舍不下这一班的同学的感情。那今天呢，我真的是很感谢说有这个机会能够参与这个歌仔戏班、歌仔戏班、歌仔戏社，能够继续传承啊，能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歌仔戏。